大家好，我是吉他老顽童，开始今天的一个基本功练习曲的一个练习吧。同样呢，我们打开节拍器进行一个练习。刚才为什么我把节拍器关掉了？是因为我没有看曲谱，然后忘了怎么弹了。继续练习。好，我再来弹一遍。OK，这个基本功的一个曲子呢也弹完了。很多朋友和我要这个吉他谱，我现在正在学习做吉他谱，然后我做好之后我再，到时候分享给大家吧。其实这个我弹的曲子呢，我每天都在练。就是如果你想有进步的话，你在练习，就是这种每天练习基本功的基础上呢，还要学习一些其他新的东西，这样才能有进步。特别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学琴的话，因为旁边没人指导，你只能是就是在练习基本功的同时，在每天学习一些新的东西。我弹的呢也并不一定特别好，对吧？也大，就是如果你看到我弹琴过程中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呢，也可以给我评论指正出来，因为我也是在自学吉他。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如果你也在自学吉他的话，可以点击关注，你的点赞和关注呢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。好，我们一起练琴，一起加油，再见。